我三岁就开始画画。我的第一幅作品是我爸爸的肖像。自此，画画融入了我的生命。画画令到我可以建构出属于自己的世界。在创作的过程中，我可以抒发到自己的感情。比起语言和文字，更加容易表达到我自己。设计影响着我们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。我希望我的创作天分可以发挥在不同的设计领域，用设计解决我们日常生活所遇到的难题。我现在在理大修读设计课程，除了专业领域的知识，课程也都令我有机会涉猎有关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的范畴，等我可以在新科技的帮助之下发掘更多设计的可能性，改善我们的生活，贡献社会。我是庞仙玲，今年理大德艺奖学金得主。